今天听说有一位粉丝想要模仿我，好期待哦！全能女神安西亚大驾光临宅男的世界，为了给她一个惊喜，制作单位特别找来一位粉丝，从头到脚要模仿安西亚，到底执行度如何呢？嗯，似乎很挑战化妆师的功力呢。就是眼型，因为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内双的眼睛，所以像他，我就是有帮他调出双眼皮。然后再因为安西亚他的眼睛，其实他会还蛮有微笑眼的感觉，所以像他眼尾这个地方啊，我都会稍微帮他往下拉，再往上的。对，然后再就是鼻子的部分，鼻子的部分像安西亚他鼻子其实蛮小蛮挺的，所以像这种地方啊，都要帮他去做修饰的部分。果然，化妆师巧手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左右两边比一比，改造过后的眼睛变大也变迷人，跟安西亚的灵活大眼是不是很相似呢？所以请化妆师加加油，赶快改造小粉丝吧！嗨，你好，你是模仿哪一个造型？你有看出来吗？你本人？我其实看出来。真的吗？那你觉得有像吗？有，而且我觉得非常完美。那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？没有办法，我没空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你希望哪一首？我希望你可以我可以自己点吗？因为我点的话，我会针对你今天的造型哦。你今天上节目是要唱《人生要漂亮》。对，所以但是你今天造型比较领宅哎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应该要跳个裸宅？你要靓仔？看你了。好啊，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好酷的要求哦。好啊。这位粉丝妹妹，没事别自己挖洞跳啊！没有罗志祥舞王上身，《领宅》这首歌的舞蹈可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哦。真的吗？但是人家有勇气，我们都要给予掌声。安西亚的实力果然不可小觑，苦练舞蹈的成果有目共睹。接下来要看看他现场演唱的功力如何喽。像人生要漂亮，我们欢迎 Amber 安西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西亚。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听到了很轻快的歌曲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这已经是你个人第四张专辑嘛？对对，哎，这是我的专辑啊，谢谢。你一开始我看你介绍，你说好像巧克力，对，很像那个 Pocky 的那个巧克力盒，对对，但里面。不只是不是饼干，是一个很甜的东西，就是我本人的 CD， 还有照片，还有那个保养品。哦，我有看到，然后就是其实还蛮丰富，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东西。你要不要看一看这张专辑？你最想带给大家什么？最想要带给大家正能量。对，因为我人生要漂亮。嗯，因为我这一两年自己有调试的比较。知道怎么样用最舒服的方式跟自己相处，然后让自己比较有自信的，可以去面对很多挑战跟挫折。所以就是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分享我的一些就是正能量的东西，然后让大家跟我一起人生变漂亮。因为你知道正能量有一点很难，就是你的生活很累的时候。对，我看你前一阵子因为又拍戏，同时又要预备发片的时候，真的其实蛮折磨的吧？对，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的累都还好，因为身体的累你就只是顶多没有睡眠时间。然后身体劳累，我觉得都还好，但是心真的会累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会很痛苦。演戏对你也有帮助吗？对你后来唱歌这件事啊，也有哎，就是当我在演戏的时候，我自己找到自己的最困住我的地方。对，我有一次卡住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紧绷哦，我没有办法放松，然后我就一直找原因，就为什么我在演戏的过程中我没有找到最舒服的表演方式。后来我就找到原因，才发现说哦，我
太在意外面的眼光，我太期待大家怎么看我，我反而会去没有办法真的去做自己想，就是真正融入在那个状态下。所以我知道后来怎么样，就是让自己关掉周围所有的声音，让自己放松。然后放松之后，带我到唱歌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就是比较知道怎么样可以融入那个情境跟那个环节。节目出身，选择不计形象搞笑，放得开当女丑，再加上拥有甜美的脸蛋和好身材，安心雅迅速走红，从此宅男女神的形象深植人心。我会比较辛苦的是，因为我一开始出来的那个宅男女神的那个既定印象太鲜明了，所以每个人只要听到我的名字，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宅男女神，然后就会忽略掉我可能有在做其他的事情，然后我可能中间有演一些戏，就别人也不知道，然后知道我去演戏又觉得说你怎么会跑去演戏，就是我怎么会找你，而且你怎么会是女主角。今天开始我不会再给你管。妈，拜托你把我的故事还给我好不好。启发的过程是辛苦的，安心雅努力上剧场表演课，像刚接触舞台的新生儿一般重新学爬学走路，一句台词一句台词的琢磨。不管演得好不好，但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我有在专心做事情，而不是每次出来只是想要靠就是花瓶的感觉。想当歌手想当演员，就是不想只是花瓶。这样的安心雅不怕丑不怕吃苦，仍旧只怕自己表现不够好别人不喜欢，但至少跨越了怀疑自我的障碍，慢慢开窍的安心雅更有自信，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她。好，那你可以用不一样的共鸣方式来挑战一下，利用现场乐器然后有节奏感的练口令。好、okay、你现在决定要用这两个吗？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，那这个、对、这个、也要啊、哦，也要。哦、对你左边有很多个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安心雅节奏感一定很好。好，那题目呢？其实说真的，第一次看到，我觉得字好多、哦。来，安心雅挑战，啊、挑战一 rap 的方式。好，开始。有。东边来了一只小山羊，西边来了一只大灰狼，一起走到小桥上。哟，小山羊不让大灰狼，大灰狼不让小山羊，小山羊叫大灰狼叫小山羊，不叫叫叫叫大灰狼叫小山羊，让大灰狼，羊不让狼，狼不让羊。哇哟，扑通一起掉入河中央。耶、yeah! ！哎，你很聪明哎。叫叫叫是什么？不是，因为你中间又又又叫叫叫，我觉得争取了很多的时间，蛮好的。我后来发现乱叫可以争取一些看字的时间。是，而且我为了鼓励你刚刚极致反应，你知道今天呢，我们不是只考你而已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据说哇，你最近只要有吃的，会稍微让你开心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还去买了，据说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还蛮意外，你竟然喜欢吃泡面。哦，我超爱泡面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我都知道我要干嘛了，我要狂吃泡面。真的吗？对，干的、汤的都要，而且要加蛋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已经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其实我今天有问他们说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泡面要给我牛奶、豆干，然后鳕鱼香丝、巧克力蛋？再加上沙拉酱 and 布丁，就看要加。据说这是在网络上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创意吃法，你个人会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就是原味，就是加很简单的蛋跟。我热水帮你准备好了，你现在真的。巧克力有人吃泡面加巧克力哦？你要试试看吗？哦，嗯，我怕热量太高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再加上会就是失去了那个泡面的味道。嗯，好，我要先加蛋。来，我帮你来泡面好了，我帮你弄这个。我先煮。好，你平常吃泡面的时候，你会把调味料全部都加进去吗？会，而且我要加到光，而且很光。你不减量哦？我不，就已经要吃了，还管那么多？反正你少吃半包调味料也不会少几公斤。今天我这样带给你这个小小惊喜，吃泡面啊，你回去会因此要运动很多吗？我其实平常做的运动，我等一下可以吃一口。你等一下只能吃一口。对，因为我还没有达到我真的很瘦的目标，我还不能让。你的目标是多少？就是秘密，还差两公斤。哎，我们在摄影棚里面直接让你这样子吃泡面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过的。因为我没有蛋的话，我想加巧克力看看。真的吗？你愿意吗？加巧克力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
好，那你等一下告诉我。好，停停，好好停。好，汤不能太多，把它盖起来。好了好了，泡面好了，我喜欢那种硬硬的。其实我没有吃过泡面加巧克力，我也蛮好奇的。对啊，我试试看啊，我试试看巧克力耶。哇，好香哦，我的天哪，天哪。你在拍广告吗？现在我真心开心哎，真心开心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不客气，谢谢。经纪人不要打我，因为经纪人他严格了，他会严格控制你的体重的，会会，而且他一定会就是一直叫我放下。我假装没有看到经纪人的白眼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录影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吃，嗯，怎么？我才吃一口而已，我想吃看加巧克力的。你的一口好大口哦，你经纪人好坏哦，他才吃上一口，他说那这是你今天晚餐了。是什么？好好吃哦，可是吃不到巧克力的味道。它融到汤汁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巧克力啊。嗯嗯嗯，好好吃哦。结论就是加了巧克力的泡面，基本上它还是原来的味道，还是汤不一样。好像有一点点。甜，好，那我懂了，它大概综合掉了那个咸味。OK， 对对对，哦，现在有没有满足 ？OK， 很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安心雅自己来播她自己的新闻，但是是用台语挑战。好，伊林安心雅穿一个白衫，啊配一个蕾丝的内衫，啊你的大包。举办迄个签唱会，啊，现场哦，足侪超足侪足侪粉丝哦，啊，佮有日本的哦，就佮做就好笑的迄个伊的人，屁股太大龙，佮惊喜个形安尼，等哦诶，等另迄个新米嘉宾，啊，两个人互尬，啊，大跳迄个洗脑的新裤 PPAP。Pico 太郎上台用中文跟大家问好，两个人在台上也用简单的日文和英文来对话，逗得台下粉丝哈哈大笑。安心雅更开玩笑问 Pico 太郎说：“我是你的菜吗？”两个人有趣的互动也让签唱会现场更加热闹，也为安心雅的新专辑做足噱头。